来到这个桥下，好久没有来。不过这边应该最近应该不错钓，很凉啊，适合钓啊。真的要钓机子那边比较适合。哇，对面一堆垃圾。这边水比较流，那边也可以钓。岸边，那个地鼠挖的洞，等个两地方吧，这里好。2:56，水关第一颗，这里，这有一只鳖啊，帮它挖一个洞吧。这边不知道是从哪边来，啊，舒服啊！钓鱼，啊，到了，哦，my god，吃的跟鲫鱼一样小粒，凶悍啊！阿福吃的跟鲫鱼一样小粒，走了。
正常啊，肥啊。两个都不见了。它这个流水是这样流过来的，所以浮标会拖到那边去，拖到那些吃那个地方。我是伍白啊，现在在这个桥下这边钓。今天下午风很大，这边一直很奇怪，这边回流它会流出去又流出来，它有两个回流处了，所以鱼其实不太容易留住。
不过这边很凉又很方便的。哦，如果想要来这边钓休闲的 ，OK 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方那边有人在钓鱼哦。哎，不对。啊，他是在钓飞蝇啊。那个人在钓飞蝇啊。喂。